刚忘记应该要先自我介绍对吧？刚忘记应该要先自我介绍才开始唱。好，那下一首歌的话呢，我不确定在座的各位会不会有印象，但我相信如果大家喜欢迪士尼的阿拉丁的话，应该会听过这首歌，是一首慢歌，对，大家可以休息一下坐着听一下，对不对？那其实呢，我今天是带着一个酒精的嗓音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出来？昨天晚上留下来的酒精的嗓音哦，刚刚还在担心说吃那个枇杷膏到底会不会让我恢复一点，但是刚刚那首歌听起来应该是没有啦。<笑>好，那我就废话不多说，再来下一首 Speechless。 I won't cry, but I won't stop.
上来的时候呢，我想说应该礼拜六礼拜日都是阴天吧，所以穿个长袖应该不为过，可能下雨台北还会有点凉凉的，对不对？就这太阳是什么东西，到底为什么要欺骗我感情？我还就真的是只有穿这件长袖上来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今天一出门就觉得好想回家，我现在也是一个很想回家的状态，虽然对观众很抱歉。好，那下一首歌呢，也是一首大家应该是听到烂掉的部分。有人要猜一下吗？我每次好像都要跟大家猜一下这个。好，虽然没听到，不是，有人说红莲华，红莲华今天不是已经听过了吗？哦，你没听哦。它是一首呢，真的是超老哎，很老的歌。然后动画名称是一开头的。敢不敢说啊？好，那下一首歌也是，如果大家会跳或者是会唱，其实它好像没有舞蹈啊，但是如果会唱的话，真的拜托大声给我唱出来好不好？因为我会忘词。好，下一首歌呢叫《残酷天使》。好，带来这首。知らない痛いけな瞳。
给一次他掌声好不好？大声一点！真的太厉害了！我演出过十几场 live， 没有看过这么厉害的观众，真的超级佩服。因为表演者也是没有办法像他这么燃烧生命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太厉害了！我在台上都有一种想要拉他上台的冲动。拍手拍手，再一次！真的太厉害了，真的太厉害了！我今天大开眼界，果然特地从台中上来台北是值得。好，那时间过得很快哦，大家来到最后一首歌了。哇，真好，大家反应真好，再一次好不好？啊，我要唱最后一首歌了。哇，你们好配合哦，怎么人这么好啊？刚下班哦，刚下班。哦，对，好像偶像是不是不能这样对观众？我要温柔有气质一点了，不好意思。今天应该是唯一一个没有跳舞的吧，真的是对大家很抱歉。对，我是唯一一个就是穿欧密码，然后可以混进去工作的人，大概没有人会发现的那种表演者。好，那下一首歌就是最后一首歌嘛，那这首带来我的自创曲。对，那其实我今天呢有带一些少量的 CD 过来，那这是我的第一张单曲，然后曲子也是我自己写的，那虽然说词是日文词，但是我帮你翻译好吗？里面有小小的中文翻译纸条。对，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等一下表演完可以来悟饭找我玩这样子。听说好像会有拍立得啊，但是我好像不是那个画风的啊，有点奇怪。好，那下一首歌呢，大家也可以坐着休息一下，先把能量储存起来，之后还有非常完美嗨燃烧的表演。现在还很早，现在才五点多，整个活动结束应该会到六点七点多，所以大家好好补充水分。今天本来是想要跟大家说带好语句，他说我是亚沙西一朵。好，那废话不多说，带来我的自创曲苦洛伊哈娜。Come on.